人反过来站起来就做什么？倒立，反过来站起来。谁教你站起来？女神狼。女神的意思是我女神，不是我。Hello， 欢迎大家来到兔女郎频道，我是兔兔郎。今天要来玩一个非常老派的游戏，说出来觉得很更小，叫做不能说你我他更小。之前已经帮我们出好题目了，那这个题目上面呢会有一些人物、地点跟做的事情，一个人就是要形容，但在形容的时候不能说你我他，那另一个人要猜出这个纸上的完整的句子，就是谁在哪里做了什么事情。总之我们会计分，好不好？那我们就来玩吧，剪刀石头布。我赢了，那我要先猜。我不看，我不看，你看完跟我说。第一个，老娘最喜欢的歌手孙燕姿。对。台北有一个很大的小巨蛋，在小巨蛋开演唱会，绿绿的，有很多树啊啊！兔女郎在那附近结婚登记，美丽华。答案是孙燕姿在大安森林公园打蚊子。大安森林公园啊，我们在哪里登记？登记，我想成宴客，我想成宴客了啦。好，一分。太远吧？啊，快点啦！兔女郎经纪人 Ina 在学校里面有一个地方，很大的地方，操场。对。讲啊，讲话啊，就是做一个我很喜欢吃的东西。我很喜欢的，你很喜欢什么啊？你很喜欢什么？快点跟我们说你喜欢什么。我说那个东西。答案就是安娜在操场上煎荷包蛋。来哦，第三题哦。华灯初上的那个女主角林心如，那个贷款要去了哪里？银行。对对对对对。然后我们那天跟我们。跟伊娜老师讨论到，现在小朋友跳的那个东西更新了，那个跳的那个东西是什么？健康操。林心如在银行跳健康操。第四题，老娘很喜欢的那一只兔子形状的三丽鸥的小物，黑黑的 Hello Kitty。快点，美乐蒂。我真的是记性又很差，然后又要打你，快点啦！对，在阳明山上，就是很有名的那个，记性很差。阳明山上有很多那一种吃饭的地方。他一直说我记性很差，可不可以打？我记不得。夜景，直接打。布洛敏在夜景餐厅煮水饺。最喜欢的三丽鸥 ，Hello Kitty， 太对了吧？在一个运动的地方，现代人都要去哪里运动？健身房。最后一个我忘了。老娘最爱做的事情是什么？每一天都一直在花很多时间。Hello Kitty， 在健身房发呆。哦，这题目到底谁出？这蛮厉害的，极度了解我们。你刚刚是不是说我最喜欢的？对啊，因为我要引诱你。哎，不是，我干嘛引诱你啊？那是得分哎。下一题，有一个 YouTuber， 他快点，是兄妹，然后哥哥很红，教英文。阿迪在煮饭的地方，厨房。小 S 最近出了一个很有名的歌，跟数学有关的。小二的时候我们要背什么？时间到。背什么？九九乘法表。阿迪在厨房背九九乘法表。下一题哦。我老婆。啊，我以为。就是我。在便秘哦，不要便秘，快一点。在哪里啦？这个地方很难讲哎。车子会开在什么东西？停车场、马路、路上。时间太久了，答案是什么啊？狼在马路上跳舞。下一题，很多人都说老娘是 Marvel 里面的某一个人物，绿巨人浩克。快点，不然你是什么彩虹女巫吗？不是啊，美国队长。讲话，他是人类。对对对，他有什么人？他有一个锤子，他有一个锤子，雷神。在台北有一个很多小孩子去的地方，幼稚园。
可以玩的地方。做什么？我也不记得做什么。我也不记得。雷神怎么样啊？雷神在游乐园跳恰恰。你讲云霄飞车会怎么样？云霄啊，对。下一题，小姐不吸地的在台湾最高峰玉山，人反过来站起来就做什么？等一下，人反过来站起来，人反过来还是人啊？站起来 ，V。瑜伽有一个这种类似的动作，瑜伽有吗？下犬式、棒式，知道。倒立，反过来站起来。谁教你这样讲？所以它是什么？原来是在玉山上倒立。来，攻守交换喽。好。女神狼。他这个是说我的意思吧？老娘女神要加在一起。田馥甄。干嘛？每天都要做的事情很久，插花、写书法、写心经、吐，花很长时间，大便，田馥甄大便，他刚刚在哪里没讲啊？在马桶上啊，在马桶上织围巾啊。女神的意思是我女神，不是我。下一题，一代剪辑师林谢雨桐，对，他在很高的地方，很高的地方，每一个建筑物都有的东西，屋顶上，对，他在学讲到了，小胖贝贝，你先到。林谢雨桐在屋顶上学猫叫，太强了啊！好莱坞女星，吸血鬼女主角，吸血鬼啊，那个克里斯汀在蓝蓝的地方，克里斯汀在海洋、大海、海边，对，克里斯汀在海边 ，Switch 打游戏、打电动，克里斯汀在海边打电动，好完美啊，好完整哦，赞的。香港的 YouTuber 女生迪达，对，她在很多人会用电脑的地方工作，配书中心，在图书馆工作，办公室，迪达在办公室跟耶稣对话，需要祷告，迪达在办公室祷告，因为他其实祈祷，迪达跟祷告有点不一样，不给哦。形容不到位，我已经很接近了。你跟我说祷告跟祈祷差别，就是基督徒会说祷告，不会说祈祷。那谁会说祈祷？就是基督教以外的人会说祈祷。你再给我点信息啊！装模作样。好，那包水饺。兔兔最近喜欢的女歌手戴佩妮，在洗澡的容器、浴缸玩叠起来，可以有很多造型的乐高。讲完整句，戴佩妮在浴缸里玩乐高。我跟你讲，我真的得很多分啦。但是我形容的 好，那就谢谢你了。翻一个大白眼，看到狼，美丽的老婆。你最后一个老婆就是我兔兔。人最多的地方101，人最多。以前人很多的地方 Pepsi 站。对，演奏乐器。兔兔在台北车站演奏乐器，你最喜欢的那一种？兔兔弹吉他？不是啊，吹纸笛啊。哪喜欢吹纸笛啊？有事吗？不喜欢吹纸笛吗？不喜欢。你现在才到台北车站，蛮厉害。对啊，你很厉害。最近官司赢的好莱坞男星强尼戴普，在输很多的地方，图书馆。强尼戴普在图书馆。美容手部的有很多种。彩绘指甲。强尼戴普在图书馆剪指甲。这个我帮不了你。彩绘指甲有点太复杂，简单一点是擦指甲油。强尼戴普在图书馆里擦指甲油，简单一点，不要这么复杂，这么简单变剪指甲。极度简化。兔兔他吗？梅花姐在很高天空中的交通工具，飞机上。梅花姐在飞机上找导游，找猫。你要形容这个游戏，躲猫猫。梅花姐在飞机上躲猫猫，我们吃了很多分内老婆。但是我很会形容，好不好？每一个人给我公正，我是比较会形容。还想受惩罚？这是什么东西？等一下，我看一下是什么东西。哦，进惩罚来哦！我就跟你说，做人不要太贪心了，没有啦，好好哦，有没有？剃到手背上都有，这是可以的吗？好，来，3、2、1，哦哦，你到底除了几根毛下来？这是人皮大衣的那个纹路吗？请问？我觉得毛没除几根，脚趾倒是去而不行。在我的众多脚趾之中，有大概4-5根毛。我跟你说，好奇心不要太强。
你这样好撕吗？好撕，不用替我担心，我数到三吼就给你撕下来。一、三。你喝吗？这个效果不佳哎。你看我那毛全部还这样被你拉一拉，全部站起来了。